朋友讲，越南阁有一项真趣味的料理，就是徛象耳鱼加恐龙蛋，还是啥物话歌？而且为什么要徛？这就是象耳鱼啦，啊，徛咧就一个造型，啊，蛋仔伊用这個包春卷，生鱼诶鱼春卷安食。啊，这是啥？啊，这是恐龙蛋，伊这是用竹篦做的啦，啊，竹篦落去煎的时候，伊就孵，伊就长大。长大这是不要吃啊！啊，等下伊个切切一块切，那咱的贵啦，大概那咱的贵安尼。来，这啥？不知道呢。哎呦，米饭呢？冬越南话怎么讲？根啊？根根？我怎么讲呢？直接把那分尸啊！哦，把那分尸，它包这春卷，好难讲。哦，所以等下你也再看一次，在那包春卷了。我来这一个满钱。OK。对啊，那家。可以。对啊，那个。示范起来。对啊，那个。哎，刚才。那个装恐龙生意，啊，我做只恐龙的生意，你敢讲恐龙？暴龙，没有，不要安怎？人传人。点么导游，所以有把款的收兵。哦。啊，这个人切切，不去看卖呀。叮叮。